不夜城是整个霸州文旅夜游项目里面重要的项目之一。我们在接到项目以后，从前期的现场考察到方案规划、内容设计以及最后的效果呈现，应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。霸州这个项目采用了256台户外防水拼接屏，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单体裸眼 3D 屏。我们团队在做每个项目时都有个基本原则，就是艺术与技术要两手并抓，大宋不夜城项目也不例外。举个例子，比如内容中所呈现的5个数字人，思路正是来源于我们霸州宋辽时期的5个著名历史人物的展现。让我们一起来看效果呈现。大宋不夜城，欢迎。家是一盏灯，是大宋不夜城的月色，是蒙牛河的春光。这里有魂牵梦绕的歌，有心湖缠绕的味道。欢迎您回到大宋不夜城，回到我们的家。霸州古称夜金关，如今它以崭新的容貌迎接四海宾朋，再现繁华美景，恢弘画卷。古城楼下，远远流长悠悠回荡的牛铃声响，经久不衰。丝路新生，催人振奋的华彩乐章，让我们一起走进新时代。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，可也不能分割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留